Hello， 我是卷哥程程。大家还能记得我做过一期奥特曼眼睛颜色的视频吗？我们曾经说过，奥特曼的眼睛都有哪些颜色？可以拥有红色眼睛的奥特曼，基本都是邪恶战士，但是啊，也不是绝对的。那就赶紧来看今天的节目吧。贝利亚凯撒形态，其实贝利亚的眼睛颜色也有很多种。最开始的白贝是光之国大家都一样的白色，但是被雷布朗多星人附身之后呢，他的眼睛变成了橘黄色，而这个颜色呢，也是他使用时间最长的。贝利亚很多形态呢都是这个颜色，但是有一种是跟他们不一样，那就是大贝利亚。当然皇帝的贝利亚眼睛从橘红色变成了猩红色，而眼角的伤痕呢更是给他添加了第四的霸气。卡奥斯奥特曼，卡奥斯奥特曼可不是单单指的一位，而是一群的奥特曼。卡奥斯病毒附身在奥特曼或者人间体的身上后呢，复制他们的身体与能力。与真正的奥特曼相比呢，他们的眼睛是猩红色的，而身体颜色呢则是更加的暗淡灰尘。卡奥斯奥特曼主要出现在高斯奥特曼中，分别出现了卡奥斯高斯还有卡奥斯奥特曼克莱米蒂。而除了他俩之外呢，在游戏中也出现了其他奥特曼的卡奥斯形态，卡奥斯初代、卡奥斯泰罗、卡奥斯赛文，足足有五位，而他们啊都叫红色眼睛的奥特战士。黑色奥特曼跟上面的卡奥斯奥特曼一样，他们也是一群奥特战士，是奥特杀手抄袭了在夺取新生代奥特战士的力量后呢诞生出来的新黑暗战士。他们分别是黑暗 X、 黑暗杰德、黑暗欧古还有黑暗赛罗。当然了，不光只有超赛能制造黑暗战士，在银河奥特曼中同样也出现了新的黑暗实体巨人，那是黑暗初代与黑暗赛文。暗耀欧布，贝利亚与佐菲的力量结合之后诞生出来的欧布形态，而他的眼睛就很好的继承了贝利亚的特点。前两次欧布变身的时候呢，就因为无法掌握他的力量，所以啊变成了只会破坏的奥特战士。可怜的加拉特隆甚至被活活撕成了碎片。托雷基亚，泰罗的挚友，同时也是泰迦奥特曼中的大 boss， 除了拥有超高的智商与恐怖的实力，他的眼睛啊也是红色的。我觉得托雷基亚他应该是这其中眼睛最小的了，毕竟啊有一个面具在那遮着嘛。奥特之王，奥特之王应该是奥特曼中唯一一个红色眼睛设计的奥特战士。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登场时呢，我还以为啊这个家伙是个反派角色，毕竟光看这眼睛可不像是个好人啊。但是事实证明，完全是我想多了。好了，这就是奥特曼中红色眼睛的奥特战士，加起来足足有15位。你还知道哪些呢？我在评论区等你们哦。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资源，我是剑客四兽，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